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凌晨一点钟，热带风暴北面集结香港以南大约是20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靠近广东西部沿岸地区。天文台在晚上11点半至到凌晨的12点半在各区录到的阵的风速，大老山最高的持续风速是达到每小时80公里，最高阵风就是105公里。天文台表示不排除有机会发出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目前的途径，热带风暴北面将会在上午最接近本港，在香港150公里范围之内掠过。而在过去几个钟头，本港的风力继续增强，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在凌晨三点钟，热带风暴北面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是19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靠近广东西部沿岸地区。天文台宣布预计在上午的5点45分或者以前发出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本港风势将会加强。热带风暴北面经已增强成为一个强烈热带风暴，在凌晨4点钟北面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是18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继续移近香港。天文台在凌晨的2点半至到3点半在部分地区录到的风速，大老山最高持续风速达到85公里，最高阵风109公里，横澜岛最高持续风速86公里，最高阵风112公里。上午5点，香港电台的邓志涛报告新闻。天文台宣布会在早上的5点45分或者是以前发出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预料强烈热带风暴北面会在中午的时候最接近本港。高级科学主任莫庆炎讲述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现在就预计在今日上午5点45分或以前呢，就会发出这个8号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了。我们相信呢，个天气呢都是会逐渐呢是转得更为恶劣的，就普遍会受这个烈风影响啦，就同埋有这个狂风大雨咁样的。嗱，佢而家就已经是增强成为一个强烈热带风暴啦。咁就佢现时呢就仍然呢都係采取一个西北偏西嘅方向移动啦，係继续移近香港嘅。咁所以呢就喺现时开始呢仍然都会係一个北面呢係逐渐接近香港嘅情况啦。咁所以就我哋需要呢喺5点45分或之前呢就要发出呢个8号嘅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嘅。按現時的預測途徑呢，就北面呢將會在中午咁上下呢就會是最接近香港的，是在香港的150公里以內呢是掠過的。咁所以呢由現時到中午的時候呢，本港的風力呢都會是一個繼續是增強的趨勢的。嗱，咁因為呢就是北面呢就會是繼續移緊香港啦，對本港的威脅呢就會是一路增加啦。咁所以希望市民呢是如果仲未做好呢個防風措施嘅話呢，就盡快做完成曬所有嘅防風措施啦。咁另一方面呢就海面有大浪和暗湧啦，咁所以呢市民應該是遠離岸邊嘅。咁當然亦都要密切留意住呢個熱帶氣旋嘅最新嘅消息啦。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宣布预计会在上午的5点45分或者以前发出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本港风势将会加强。在上午5点钟，强烈热带风暴北面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是17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继续移近香港。在过去几个钟头，本地的风力继续逐步咁样增强。而天文台在部分地区录到的风速，在横澜岛最高的持续风速是89公里，最高阵风就是110公里。大老山最高持续风速87公里，最高阵风120公里。昂坪最高持续风速83公里，最高阵风113公里。只是天气方面，预测今日会是吹东至东北的强风，离岸海域和高地间中是吹烈风，渐转吹东南烈风，密云会有狂风大骤雨。
分六点，而家有黄思恒报告新闻。天文台喺20分钟之前发出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莫庆炎讲述最新嘅风暴消息。台喺今朝5:40咧，就已经系改发呢、这个东北烈风或暴风嘅八号信号啦。咁喺今朝清晨嘅时候咧，就热带风暴北面咧就已经系增强成为一个强烈嘅热带风暴啦。咁喺今朝6:00嘅时候咧，就北面咧就位于香港以南大概系170公里左右。咁我预料咧北面咧将会采取一个西北偏西嘅方向移动啦，时速大概14公里左右，系逐渐咧系靠近香港嘅。咁按照現時呢個途徑咧，北面咧將會喺中午左右咧係最接近香港嘅，而本港嘅風力咧亦都會係逐漸係增強嘅。而天氣方面咧，我哋將會咧係今日嚟講咧就會受到呢個北面嘅外圍雨帶所影響啦，咁係會有狂風大驟雨嘅。咁風方面咧將會係吹呢個東至東北達到烈風程度嘅風啦，而且慢慢係漸轉吹呢個東南風嘅。其實咧就北面咧對我哋嘅影響咧，就今日嚟講就相之為我哋帶嚟相之差嘅天氣嘅，就主要咧會為我哋帶嚟一啲係狂風大驟雨啦。咁但係聽日咧，隨住北面咧係逐漸遠離啦，並且喺內陸消散啦，咁就本港嗰個雨勢力都開始減弱㗎啦。咁去到週末嘅時候咧，就本港嘅天氣咧都會係大概係多雲啊，同埋幾陣驟雨嘅情況嘅啫。八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現正生效。天文台预测本港地区今日会吹烈风程度的东至东北风，渐转吹东南风，密云有狂风大骤雨，最高气温大约是27度，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会有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天文台朝早4:31至5:30录得大老山最高持续风速每小时92公里，最高阵风每小时129公里。横澜岛最高持续风速每小时94公里，最高阵风每小时116公里。昂坪的最高持续风速每小时93公里，最高阵风每小时134公里。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暴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吹烈风；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朝早5:00，强烈热带风暴北面集结喺北纬20.8度、东经114.3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北面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继续移近香港。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北风7至8级，渐转吹东至东南风8至9级，有频密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渐转巨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北部吹东至东南风7至8级。南部吹南至西南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旋风9至10级，稍后转吹南至西南风9至10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巨浪。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渐转吹旋风9至10级。南部吹西至西南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非常大浪，渐转巨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10级，阵风11级，能见度3800米；汕头吹东风3级，能见度8公里有骤雨；东沙吹东南风5级，能见度9公里有雨；和茂洲吹东北风10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6级，能见度15公里有骤雨；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完毕。发出最新嘅热带气旋警告。
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东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超过62公里。在上午6点，强烈热带风暴北面集结在香港以南约170公里，即是北纬20.8度、东经114.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概14公里，继续移近香港。按照目前途径，强烈热带风暴北面将会在中午左右最接近本港，预料本港风力会进一步增强。在过去一个钟，启德、长洲同西贡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45、63和57公里。有关最新的天气消息，请留意电台或电视台在每小时的15分、30分、45分和58分的广播，或者浏览香港天文台网页。这一节风暴消息经已报道完毕。